下礼拜就是旧历过年了，真侪乡亲拢开始采买春节要用的年货。为此，云林县政府甲斗南镇公所，伫今仔日甲明仔两天，伫咧斗南镇竞标举办盛大的年货大街。现场除了有真侪云林在地农产品以及过年的用品，更有社福团体爱心市集，邀请民众来将过年需要的用品做一届来买好侪，也阁会当兼做爱心。在年会大街顶头，阿爸也正推出相当俗的介绍，和现场的乡亲是排队来抢买。也则表示，这两天会配合年会大街的活动，拢有限定的优惠。我们今天的话，我们的联货大果然的联货大街哈、哦，有一个限时抢购的土番鸭婆的话，一只鸭99块，然后限量99只的活动。明天同一个时段还有10点开始。古历新年就要来到，为了方便民众买年货，云林县政府和斗南镇公所伫镇内体育场办理年货市集，拢总有百外摊商做伙响应，好民众来到市集，就会当做一届将过年的用品买好侪。我们联货大街，那我们有140几个摊位，那这当中呢，不只有云林良品，还有我们社福团体所摆的哈这个摊位，那还有很多我们在地的企业哈，在地的产业啊加入这个行列啊，我在这里啊邀请啊所有的乡亲好朋友啊，能够利用这两天的假日啊，今天跟明天呢，从早上9点到下午4点半啊，都能够来到我们斗南田径场来购买哈很多你过年所需要的这些啊礼品或是呢啊年货。另外，在活动现场，除了会当买到真侪云林在地农产以及过节用品，更加有社会福利团体爱心市集，好民众买物件的同时，也会当兼做善事。感谢今年哈、所有赞助的这些企业啦哈，包括所有在协助我们社福团体啊贩卖东西的这些志工哈，那在这里呼吁大家买年货，顺便做好事。我斗南联络大街具备了全南北货哈，足充足的。希望吼这个乡亲时代会使你来这采购，顺续吼，给阮这个社福团体吼几点做爱心，满百送一点，就迄个赠品，迄个摸红包，希望大家踊跃来。年会大街礼拜日将是最后一天，民众会当把握机会到斗南的体育场，将过年的用品和食物做一届卖掉。记者林佩莹采访报道。